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的娱乐视频。都说演艺圈中的女演员，只要过了35岁还没出名，就只能做配角给人演妈妈。可演妈妈又不甘心，所以事业往往容易陷入瓶颈。但却有几个例外，像林依晨、孙俪等等，她们不仅能演少女，而且还都是女一号，靠的不仅是演技，还有颜值。今天说的这位女演员，她是单身妈妈，如今48岁的她活成少女样，她就是闫妮。闫妮大家应该非常熟悉，一部《武林外传》让她家喻户晓，虽然大器晚成，但后劲十足，演技也是好得不得了。大家都知道，演艺圈中的明星颜值是非常重要的，凡是大红大紫的明星颜值都是不错的。长相并不突出的闫妮就只能从跑龙套开始，一步一步，34岁才家喻户晓。成名后的闫妮因为《武林外传》让她的喜剧天赋被释放，不仅如此，闫妮还经常能搭档帅哥拍戏，与胡歌在《生活启示录》中的姐弟恋更是让人印象深刻。闫妮早就与前夫离婚，离婚后闫妮带着女儿生活，而她的女儿就是演员邹元清。邹元清如今21岁，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学生，但因为妈妈的原因也出演过几部影视剧，而她的容貌还超过了母亲闫妮。如今48岁的闫妮偶然在机场被拍到素颜，看起来好像微微发福了，却丝毫没有畏惧，非常自信，也是让人很羡慕了。好啦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